I can't help but traveling down memory lane. The taste of life, a precious sip of wine. Feelings crawl beneath my skin, so hard to explain. They say a broken heart will mend in time. I will be there. 这边最主要是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的窑业的窑厂？我们这边算是客制化的窑厂。那早期是我的阿公，我的父亲。对。那我们已经传承第三代了。哦，您是第三代。对对 对, 對, 對。所以现在是，比如说，有店家要生产自己的专属的 logo 的窑，可以来找您设计，对，找您做这样子。对。比如说，我要在这个上面印一个鲤鱼，对对 对, 對，我可以找你来帮我做一系列的这样。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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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有店家，对，店家就是要客制化。对对，客制化。打个岔，请问这个到底的用途是什么？这个放茶叶、茶叶罐。对，茶叶罐，对 对, 對，那大一点我们是叫茶仓，那这个小的话我们叫醒茶用的，就是比较小的醒茶用，对对对，水壶，对对，这个就是茶壶，短口茶。这个我们要特别介绍，就是这个是我们客庄早期阿公阿嬷那一代的时候，因为玻璃工业、塑胶工业不是很兴盛的时候，所以每一家都会必备这个龙罐，容器的龙罐，白开水的啊，放开水。为什么白铁壶都是长长的？有没有？为什么它的口要这么短？原则上，它这个做壶的话，这个口跟这个面要形成平面，不然它水一到它这边会流下来。哦，对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早期的龙罐。是是是，哎，这个也是一种科学啊，短口也很好倒。对，短口嘛，一点点水就流出来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茶盘。茶盘。对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这个哈。我知道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它里面这个纹路就是让波，对，波来的，对，这个是雷波。雷波，雷波，对，是打雷茶的那种啊。对，那早期客家雷茶，对啊，哦，它下面有这纹路，方便多了。对，这是拿一个锄吗？拿乐棍，用木头也可以吧？对，这个很棒，这个不管磨芝麻、磨豆类、磨辣椒都很方便。那这个是在成型前就赶快把这个纹路，对。那我们是先用拉胚拉起来，就像碗弓的一个形状。那我们一个铁片把它刮出这个纹路，这个就是智慧啊！对对对，对啊，这也是先人的智慧。早期的果汁机啊，这个纹路是怎么样？对，都要爆裂的。那早期我们都是做比较陶缸、陶瓮之类的。是。那后来我们第三代在承接这个窑厂之后呢，我们就变换。对。啊，在这个机理上做一个拉胚的一个手法，就爆裂的一个手法。还是你说你手那个什么，像他一样机缘很多，就是撞，就啪。对，那的手应该可以磨成这个感觉。就拉胚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效果。哦，这是一个功法，就对功法，对对对。其实拉胚的过程就是要考验一个人的定性。对对对，你如果心浮气躁，很容易就垮了。对对对，而且它变化无穷。对啊，拉胚你可以拉成任何什么样都可以。没有拉过拉胚。就是它一直转啊，你要把它塑形，看你要宽要高要窄要大，一直转一直转。网络影片的，你有看那个第六感生死恋？哦，那他就在后面这样摇。那没有这样摇，这样摇是这样摇，这是一个培养感情的电影消费者轨道。哎，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什么？就是可以拉胚，那等一下拉胚，拉完那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作品。哎，是独一无二。对对。可是我觉得拉胚有技巧，还是要请老板教我们。对对，过来，走，我们到工厂去。Go。等一下，我们拉胚的时候，原则上机器这样一直推，它越来越快哈。哦，它有变速。对对，它有变速。是控制速度。对对对对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就是要放中心，我们这有轮勾线哈。对。我们就放个中心，好。这很重要哦。对，不然它没办法去拉胚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原则上我们就先给它慢慢的要拍，要先拍它。对。对，要这样拍。对，要扎实，要这样拍。啊，要拍扎实。对对对对。这是把空气拍出来的。对，那拍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要加水，有一点润滑，它有点湿润的。手湿湿的就好了。啊，我们就可以。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拉了，对不对？那原则上我们拉胚，它的条件就是说，你手不要这样子，跟它动。嗯。啊，你就很像中心点在这角落哈，你就不要动。
啊，你就中心点不要动，保持一个稳定。对，那我们的脚就一直踏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你看这个就很定性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固定一个点或两个点，有让它磨到，它就会磨出这个规则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粗粗的没关系，我们再弄一些水，好，一样。手肘靠在大腿上，对对对，就等于是圆规一样哈，圆规一样啊。第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中心点，啊，你看有中心点了哈。那第二个我们就要开片，开片就是我们剥橘子一样。哦，两只手像剥橘子一样，往中间往下压。对，那我们压的时候，我们手不要随着它，都不要动，不要乱转。对，你要定性，非常的定性。拉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定性哈。对，你看。好，这个就可以了哈。一个碗的样子快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就开动。开动。对对对，脚崩还要开动。对，开动要吃又吃吧。我刚下午茶才喝完。好，那假如说我们要做碗的话，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橘子越剥越大就变碗。对。OK。假如说我们要做杯子，拉高。拉高，原则上我们口要小，那就要有一些技巧。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可能会先学做碗工比较。宽口，对对对，那慢慢进阶的话，门口就会越来越小，就变花器。哦，那你现在可以做一台飞机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对不起，没办法。对，那比方说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慢慢的拉起来，好。哦，哎，就拉起来了，哦，好妙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就可以变形了。哇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慢慢的，像花器的。那主控在我们的脚，快慢，快慢，啊，太快的时候就收回来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做好容易哦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尽量我们去做一个花瓶。要做花瓶吗？花瓶很难呢。花瓶不是有这样子这样子？对，我们设定在做花瓶。那真的不行的话，慢慢的就变成花盆。真的慢慢的又不行的话，就变碗工这样哈。所以说我们先练点。都可以救。我先讲啊，我先做碗工啊。可是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很难说，也许碗工做到后面变花瓶。对对对，也很难说。歪掉的花瓶。我想做一个笔筒。大概这个高度嘛，然后口大概这么大这样的笔筒，对，笔筒又可以。我们先讲出我们理想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我想做的是大概15-20公分高的，然后大概口径大概也是12-13公分的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啊，我本来想做那个雷波，但那个好像是它拉得出来吗？那个波可以拉到这么宽吗？在这上面？可以可以，也可以哦。等一下我们就是。像做碗工一样就可以了哦，可以哦。对对对，觉得你很满意的时候，再把它切开。要拿掉了，对对对，把它切开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么容易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我看你老板很就是轻轻松松，这个形状就很好了哦。好，慢慢，慢一点，不要太快。我在习惯这个油门呢。今天给它拍到正中间哈，它会破开怎么办？可以捏回来，是吗？等下拉回来，不要捏回来。对对对对，推回来吗？哎，推回来，对对对。哎，可以，那个可以。哦，你好会捏馒头哦。然后你说这个拍完像面团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加水，然后就准备要定中心。定中心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机器给它转。好，水。套在大腿上。对对对对。定中心。对。用拇指吗？对对，拇指，对你两只手不要动，把它想办法怎么去控制它。啊。老板，我怎么捏不圆呢？好，先给它掌控起来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这样可以哦。对对对，然后再准备定中心。对，好，我再把它弄圆一点。我怎么感觉我在做一个碗呢？对，这个是中心吗？你要尽量给它在有中心才可以拨啊。再中心一点。对对对，不然它整个会晃来晃去。我不确定我这样做是对的，中心，中心一点，对。我的算漂亮。你帮我补一下，你帮我补一下。帮我补中心。帮我补一下，对对对，压给一下，洗压给一下。哦，中心它其实要用点力的哈。对对对，有了有中心点。OK 哦，对你 OK 啊，你给它转，给它转，啊，再要往内压这么大。对对对对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拨？你敢就拨来吧，我们一起来掐掐吧。什么时候拨？要按力，要有点按力，内力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拨了哈。啊，太有了，好，可以。我想做个笔筒来，拨下去。对，要加点水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拨起来。对对对，慢慢，不要太快。啊，我这个手这样子是正常的吗？正常正常，你也给它转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弄中心，好，有中心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慢慢拨。对对对，慢慢拨。要拨到底吗？不用拨到底。
原则上要下面要一公分左右。哦，这真的很难摸到呢。师傅，对，我出问题了。为什么我中间有一个奶头？这是。那你再转一下，再转一下。哎，怎么把它拉高啊？哎，你很厉害耶！快，再快。对啊，你很厉害耶！有天分。哎，我把它拉高了，我把它拉高了，我拉高了，我拉高了，我也拉高了，我拉高了，拉高了，它真的拉高了。你这样就很稳定了哈。我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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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高，拉高了。我发现拉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稳定度跟个性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那个有点做的像一个容器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像碗。怎么样使用它？哦，那就是先成型之后再说。对。我们原则上要这样开底，这叫开底。对对对对对，要来了。你给它修，给它平，它的花器就会出来。我们做笔筒了。对对对，不要紧的，一样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多重使用。你这个就会变碗盘。碗盘。对对的。我想做那个雷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我要挑战高难度，我要缩口，不要太大力哦，会垮掉哦，顺顺的，不要太大力哦。雷波要厚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厚度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转，再给他转。我要来开口，再开大一点。好好。老师，缩口是不是要从底下开始往内拉？你不要这么，你不要这么快，慢一点。太快，它整个会飞走。会飞走。我觉得我的高度够了。这么可以啊？我觉得你很厉害哎，一个花盆的样子哎。对对对。笔筒，笔筒，一直坚持我做的是笔筒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是笔筒。哎呦！我要把它口扩大。我这个孔开不大，我孔想给它扩大。要怎样把口扩大？我觉得口不够大。原则上要这样。哇哦哇，可以整只手这样进去哦。对，因为它能缩能小，没关系。哦，后来就慢慢，你就慢慢。哦，好好好，了解了解了。哦，我手右手啊，我来。那你是靠手固定没关系，只要手固定，不要乱转就好。你用这个也可以，这个进去。哦，用海绵也可以哦。用那只手，整个进去。这个是我做的。叫什么雷波吗？雷波的形状，但是师傅刚刚也有说，做碗工是最简单的。哇，你的是雷波啊！我的很像那个波，像那个波波有没有？师傅，哦，你这个很漂亮啊！我如果这样做那个雷波，是拿给你，这样就好了吗？要刮，从中间开始这样刮。刮一个圈，对，这样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这样刮，好，这样刮，好，好来，你试试看，就是顺着这样刮哈。我想让它烧起来是那样平平的，啊，平平的，对，光滑的这样子，最好烧起来它的。来瓷器烧起来可以变玉器这样，会不会要求太多？那个上釉，哦，上釉其实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它可以烧出那个质感，对不对？是可以嘛？好，你看这样就回来，你的笔筒就出来了。对啊，这个很方便，笔筒多好。你的也出来了，刹车，哇，都很，刹车要拉下来，拉下来，还不错哦。哇，可能你那个日式的碗很好看。它是要用那个雷啊，雷波。雷波。缺口怎么做？好，你就这样。嗯。其实我们弄下来这个。这样做都算蛮成功的。对对对对。又留下了工作的痕迹，你看，整件裤子，我屁股还有我的油漆。但今天蛮意外的，就是我们做完之后还蛮有成就感。好有趣哦，至少因为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来弄，很可能都会塌掉啊，或者坏掉。你拉胚没想象那么难，而且很有趣。而且就像老师讲的，真的你要定性，不要就是心浮气躁。当然你要拉胚的时候，旁边一定要老师在，要不然救都救不回来。老师可以帮你救回来啊，对呀。哇，老
老师还有东西要送给你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拉菲的水杯，还有一个茶杯。谢谢，都专这个这些都专门自己的。我们可以确认一下是老师自己弄的。没拿过什么，不是，只确认一下这个里面的茶杯。我们都有那个印那个金龙窑啊，这样。哇，金龙窑这边。对，哇，这个水杯独一无二啊，没有人跟你一样。做的缩小版。没有啦，想太多，这好看多了。对。形状，对，哎，你看真的不一样，可爱耶！你看老师的手感跟心情，你这个很漂亮，你这个圆的，圆滚滚的，喂，好看，每个都不一样，每个真的都不一样啊！有一些落灰，有一些落灰，对，落灰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对啊，欢迎老师。好了，我们来这个金龙窑体验过了苗栗的这个拉胚的工艺，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里呢？在我们旁边呢有一个后龙哦，那后龙呢，它有做这个。苗栗的那个馅饼叫做肚脐饼，豆仔饼，你有吃过吗？肚脐饼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我们小的时候都会，小的时候都吃这个，是。但它在后龙，我们今天不是不出西湖吗？好不好？坚持，有点远哈。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过夜方便吗？我们在你这边做肚脐饼，好，在后龙是吗？后龙的肚脐饼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前往体验下一个工作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李师傅，谢谢你，谢谢师傅，叶总，谢谢李老板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欢迎，好，拜拜。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